有网友17日上午晒出一个接新娘的视频，其中的伴郎竟然是邓伦，用来邓伦回家乡石家庄参加好朋友的婚礼，而且担任了伴郎，果然讲义气。这段接新娘的视频里也是有不少亮点，尤其是邓伦的穿着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最帅混搭风。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，然而领结却是粉色的。再仔细一看，他下身竟然穿着一条白色小纱裙，手里还拿着可爱的兔子耳朵发卡，表情腼腆可爱，看起来还有些不知所措。网友还透露，接新娘的环节里，现场还让邓伦吃了辣椒。从照片来看，邓伦的脸被辣得都快变形了，实力心疼伦哥。看到照片，网友纷纷称赞邓伦，这么红还这么接地气，喜欢这种不忘初心的明星，永远知道自己是谁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 NTV。